头屑用雨洁，去头屑用雨洁，雨洁洗发水带您进入正片内容。南孚电池31年销量领先，升级聚能环四代，南孚烛光不息。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那你能把窗户打开吗？又怎么了？你身上有股臭咸鱼的味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户籍卡上写的是渔民，怎么会闻不惯呢？我是出海打鱼，但我不打咸鱼。把车还回去。还好，你要检验站，老李。陈队长，能问你个问题吗？说。刚才从货车上被甩下去，你有考虑过后果吗？我这人运气一直都很好，不然早当不了警察了。罗警官，你胳膊咋了？受伤了？嗨，一点小伤，不碍事儿。干咱这行啊，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后这大场面有的是。阿白哥，给我来柿饼。好，罗警官，你在女警训练班里学过怎么抓人吗？那当然了，我虽然其他学的不太好，但是武技体操我是满分。还行啊，乐面面。嗯。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真的。行，你俩别鼓掌了，我还没说你俩呢。们坐坐坐坐坐坐。以后咱行动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都抓错人了。现在紧张了，别激动了。我跟你们说，行动之前，你先得观察，再判断。最后才能行动，明白了吗？明白。哎，单警官，还有葱油饼一起吃点。对对对。不用了，谢谢。我先进去审犯人。等会儿。审什么犯人呢？诱拐案怎么回事？知道吗？我们查这案子的时候，四组还没你呢。审犯人，轮审也轮不着你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不，别生气，别生气，吃饼吃饼，先表扬了。哎呀，上厕所啊！想一共想疯了。陈队长，我要参与审讯。为什么呀？你别忘，你还是实习警员。人是我亲手抓的。好，你帮我做笔录。一共啊四个女孩，两个在凤凰舞厅，两个在大世界。都叫什么名字啊？这我哪记得呀，我只管给舞厅带人，长得好看就行，管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不过那个地方给你们绝对是没错的，你们过去啊，准能找到人。陈队长，我要是这四个女孩全都找回来了，能不能少关我几天？等一下，还有一个案子。我这哪还有什么案子？我不就这一个案子？上个星期的星期三，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我去过啊。哎，那天你们四所的人不是也都追到文华饭店来了吗？其实那天我见过你，不过是在酒店门口。我还看见你从酒店的外墙翻到了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我那天确实是去过文华饭店，但是我没有爬墙。你肯定是看错人了。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我都说了我没有，你这瞎说。311房间是孟佳遇害的地方，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还看到了凶手长相？陈队长，我就是骗了几个女孩子，顶多就关几个月，你们可千万别把我扯到别的事情上来害了。你觉得我们警察会冤枉你吗？给你一点时间想想，你出来。你为什么打听孟家凶杀案？那天我去过文华饭店，你还给我做过笔录。他是目击证人，我现在又是警察，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呢。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你刚来四所的时候不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因为我不信任你。我是警察，你不信任我？在抓了凶手之前，那天去过文华饭店的都有嫌疑。那你也有嫌疑。陈队长，我就是想立功而已。向远山，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想好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说的我都可以帮你保密。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察查案，可以减轻处罚。我说了，真的能少关？那得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行，那天你追我追的紧，我没办法，我只能爬到那个饭店的外墙。我本来想找个没人的房间就躲起来，结果我刚爬到这311的窗户外，就看到地上躺着三个人，一看就死了，全都被抹了脖子。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凶手是警察？啊，对，就和你们一样，穿着警服，他还戴着个警帽，手里拿着把小刀。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我想想啊。坏了。我试试。搜索的都给我出来！队长，冯队长来了。队长，冯队长来了。冯队长。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是。移交分局了，带走。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四所被告到总局了，惹到外国人了。
你们警服都穿不了几天。是哪个督察员向您告的状吧？是谁重要吗？犯人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谁在跟我说话？我。你谁呀？四所新警员，向远生。这是你招的新人？走后门进来的，我也管不着。想知道？我告诉你，就因为你们，我现在要加班加点把人送到工董局，还得给人赔礼道歉。那如果工董局撤销投诉，你是不是得把犯人给我们送回来？放心，处分马上给你们送回来。走。向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老板，我做饭去。队长，惹完事儿，他拍拍屁股走了，咱也别杵着了，各回各家。哥，刚才说那是真的假的？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处分不还没下来呢吗？走，回家吃饭去。走了。罗警官，那我们先走上就没精神，用肾宝片精力旺盛，他好我也好。汇仁肾宝片带您进入正片内容。队长，怎么了？是这样的，之后我们也可能当不了警察了。今天的经费你就不用给我们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什么经费啊？就是任务经费，向警官告诉我，那是专门用作执行任务的。今天我们订烧的时候，正好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蛋糕。这些应该够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任务经费？你是不是担心在四所当不了警察？你放心吧，如果真的当不了，我会写一封推荐信让你去别的所的。谢谢队长。去吧。队长，向警官今天真的做错了吗？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算好。
罗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回去吧。伤心好多天呢，哎，你们在这守着也没用，快回去睡吧。不用，我们进去看看。不用。好。怎么了，哥？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和科长把人带到工农局。都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送？科长的命令。是。他们为什么抓你？那个，我骗了几个女孩去舞厅。其实我也是好心啊，想给他们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嘛。程浩抓你也是因为这个？啊，对啊。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了。你去过文华饭店？有一家人在文华饭店，被谋杀了，你知道吗？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真不知道。这是要去哪儿啊？
长官，不是说要去工总局的吗？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长官，长官，我。这带我去哪儿啊？长官，你，长官，你带我去哪儿啊？这，长官，我这是。警官，警官，我跟你说，问一下，督察员前面还有几个客人啊？下一个就是你们。哦，谢谢啊，谢，辛苦，哎，辛苦。这叫什么事儿啊？来一趟工总局，还得看人眼色，还得在这儿被晾着排队吗？丢人！要不是他告我，打死我都不来。有，就你这口气，还打死你！你当人愿意见你啊？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就穿这身啊？这怎么了？出门前我刚换的。还怎么了？这什么呀？这跟尿布似的。喂，到你们了。哎，马上啊！来，你干嘛呀？把这个带上啊！记住了啊！咱们是来求人的，别冲动。记住一个字儿，忍。不是你干嘛呀？突然有点饿，我就吃点馄饨。吃这个。有。毛总，还进不进去了？毛总，你每次都这样。快点啊！Hello. Mr. 石？你可以说中文。OK. 啊好，石督察员在哪？2003。进来了，我不知道，刚刚有人说请进，我就进来了。你来干什么？陈警官，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好，随便吧。石小姐，督察员。好，是督察员。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商量撤销对第四警察所的控告，因为这些事情四所的警员全部停止了，他们是无辜的。如果能撤销，我愿意接受工总局的处分。陈队长，你会错意了。工总局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你们目中无法越界抓人的行为。
就跟你好好聊聊。你们法租界里有最大的鸦片烟馆，最大的赌场，妓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姑娘，他们见到巡捕甚至都不用躲。为什么你们警务处纵容这些扎根？因为你们不爱这里，这片土地的好与坏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的警员宁肯越界了，也要抓到嫌疑犯，这是为什么？但凡你要有一点辨别能力的话，你一定能想得清楚。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辨别能力还有精力浪费在你们这些滑稽的警察身上。警察只分两种，一种是抓得到罪犯的，一种是抓不到罪犯的。还有第三种，就是像你这样不受欢迎的警察。请赶快离开我的办公室。还有，我不吃贿赂这一套。石小姐，这个是我今天着急来见的，没吃完的午饭，我没那个条件贿赂你。还有，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警察。荒唐。什么事？你们队长刚才来过了，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了，我不可能撤销控告的。抱歉。昨天的确是我越了界，但我觉得我们是有谈判的可能性。听昨天跟你一起的巡捕说，宫董局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孟家案子的凶手。现在我有线索。你可能高估了我对案子的关心程度，我和孟先生只不过是有公务上的往来。但宫董局是希望能够找到凶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像孟先生和孟太太这样在法租界纳税的实业家一个交代。昨天我抓到的那名嫌疑人，他是凶案的目击者。现在十六部分局接管了犯人，只有撤销对四所的处分，我们才能继续查下去，把凶手找出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姓向，向远生。方便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不太信任华界的警察。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目击者？案发当天，我在文华饭店见过他，他也已经承认了。所以你住文华饭店？抱歉，我不想讨论自己的死事。那天我去现场，是因为有中央巡捕的人看见你们，而且上报了警务处的总监，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不过向先生，我可以帮你试试。谢谢。J'ai entendu que la police chinoise était venue vous voir pour négocier. Vous acceptez d'annuler la plainte? J'ai réfléchi. Le directeur est là? Oui, il est là. Entrez. Laura?
C'est le directeur qui a demandé à la branche chinoise du Barcès de prendre en charge ce suspect. Non, c'est l'autre partie qui l'a proposé. Merci.你的领结。督察员说通了吗？我没说通，但有人说通。什么意思？二两馄饨，麻烦端一下。帮我端一下。还没说明白呢，你跑什么呀？先生剪头吗？要等多久？十来分钟，这位先生就剪好了。哦，我赶时间，下次吧。下次来啊。零的咖啡，谢谢。跟着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跑到四所当警察，为了凶杀案硬闯法租界，今天跑到工董局找人谈判。我昨天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对孟家凶杀案这么感兴趣？你认识孟家的人？不认识。那就是有人派你来调查的。我不喜欢聊自己的私事。这应该不算私事吧？队长了解队员是他的职责，毕竟你证件上写着向远生，24岁，渔民，这和我看到的向警官不太能对得上号。那是登记时候的情况，渔民是我，现在警察也是我，证件没有错，但人是会变的。人是会变的。很喜欢喝咖啡，还行。先生，刚出的面包已经帮你打包好了，另外这是今天的账单。谢谢。不过的确和你一起喝咖啡很奇怪，既然已经停职，现在就不算是你的队员了。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私人时间。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刚刚那位先生不是已经付过了吗？他只付了他自己的那一杯。这么贵啊？谢谢。新鲜的面包和牛奶，买这么多呀？小朋友不就应该多喝牛奶长身体吗？我不给你说了吗？我不是小孩子。好。哪位？我是警务处十督察员石俊玉。石老师，石老师，多慈，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远山哥哥给我租的房子。远山哥哥，这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过的我的法语老师石俊玉。石老师，我们进屋吧。你跟踪我？远山哥哥，我认识石老师，石老师他不是坏人，你让他进来吧。向警官，多次父母生前对我有些嘱托，我能单独和他说两句吗？警官，石老师这边。总局派我去香港出差半个月，我是回上海的船上才知道你父母出事的。我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找你，没想到在这里才见到你。我一点也没有受伤，是远生哥哥救了我，你不用担心。那你以前认识向远生吗？不认识。
好像是有人托他来给我们送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这本书，有人把船票和证件藏在书壳里面，托远生哥哥带给我。是向远生告诉你的？在文华饭店，除了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叔叔。那些违心证件里面有一本名字叫向远生，应该是给那个叔叔的。远生哥哥为了当警察替我找凶手，就借用了向远生这个名字。他本来的名字叫华真。华真？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沈老师，你怎么知道？期盼闪耀的星，藏些许微光，人间流浪，写温柔的诗，清风吟唱。满天散落的星辉，午夜把彼此路照亮，啊，每颗心都无恙，别怕，也不会太长。他走过彷徨，前往远方，他踏着月光，寻找方向。吹散孤单，又吹来无常，夜终将过去，黎明又明朗。满天散落的星辉，午夜把彼此路照亮，心都无恙，别怕，也不会太长，别怕，也不会太长。